严峥，走，屋里坐。你为什么派杜刚来杀我？你说什么？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了袭击。来人出手凶狠，昭昭都想要我的命。虽然他蒙着脸，但我依然能认出来，那就是杜刚。如果不是奉了你的命令，他怎么可能会去杀我？你胡说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杀你啊？好，那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 我已经查到了，匿名信就是从你的住处发出去。你是害怕我查到写信的人，怕我查出你杀害静天的真凭实据，所以派杜刚来杀我灭口是吧？严峥，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而且我也不相信杜刚敢背着我对你下手。好，那你把杜刚给我叫过来啊，我们当面对质。我刚刚伤了他的手臂。 你亲眼看看他的胳膊上有没有伤，你就知道了。好，走。果真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怕我根据匿名信查出对你不利的证据。 想要杀我灭口，你根本查不到证据。沈惊天不是专员杀的，可那封信你怎么解释？匿名信是我寄的。你说的话当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我不是要害你，我是想让严峥离开你。唯一能让严峥离开你的办法。 就是让他误会你跟沈惊天的死有关。你这不是害我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给我添了多少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自从严峥来了以后，你就没有正眼看过我。在土匪窝里，没有人拿我当人看。 只有您信任我、抬举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你了。可你是千金小姐，我从不敢奢求。你知道吗？当你让我跟着你的时候，我有多开心！我想跟在你的身边，好好报答你。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哪怕是杀人放火，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心甘情愿。可是这个家伙出现了，他来了以后，我在您的眼里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欣喜和温柔。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他身上，眼睛里再也看不到我了。
我害怕了，我害怕再这么下去，总有一天你不会再需要我，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我的位置。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必须走，走得越远越好。你只要有我就够了，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保护你。杜刚，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对我还有这样一份感情。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复仇，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可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都不应该背着我，自作主张的去做任何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让我很被动？你让我在严正和杨冬雪面前很丢脸。我知道错了，您责罚我吧。严正，你可听清楚了，匿名信的内容根本就不足以为信。那沈伯父在医院里险些遇害的事情你怎么解释？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我？我实在是想不到还会有谁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置沈伯父于死地啊。你不要忘了，是我及时出现，沈希莲才得救的。这跟你当初把沈伯父送上断头台又刀下留人的伎俩有什么区别吗？你不就是想向沈伯父展示你的权势和威力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严正，我不许任何人对专员这么说话。人是我杀的，有本事冲我来。要真是你干的，我就跟你拼命！杜刚，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严正，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总是事事跟我过不去呢？我怎么看你还重要吗？如果你还在乎我的感受，你早该放手了。好在沈伯父福大命大，现在安然无事。事到如今，我想你应该给沈伯父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这是解决一切的时候。真没想到，时至今日，你还能这么泰然自若。难道你就不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吗？我沈希莲为什么要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感到歉疚呢？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梁专员，你凭什么就认准了是我呢？
把我养大的那个人贩子亲口跟我说，当初就是你亲手从他手里把沈敬天抱回家的。我不认识你说的人贩子，我也从来没有抱过别人的孩子回沈家。我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管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既然认准了是我，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冲我来？敬天何故，蝶舞何故，刘妈和倚天到现在下落不明，他们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啊？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残忍呢？他们是你的亲人，那我呢？我是谁的亲人？我的亲人又在哪里呢？我被人欺辱，被人折磨的时候，有谁心疼我？有谁牵挂我？我无依无靠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女孩在绝望地过着每一天？她不知道家在哪里，她不知道亲生父母在哪里，她以为她生下来就是一个赔钱货，就是丧门星，没有人爱她，没有人在乎她，就算她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跟谁有冤有仇啊？我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折磨？所以你就选择以怨报怨，命运对你不公，你就选择对所有人进行报复。你这样做不怕良心受到谴责吗？不要跟我提良心，你不配。是你害了，是你连累了他们。我就是要从你身边的人下手，我要让你尝一尝失去一切的滋味，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无依无靠，什么是生不如死。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对敬天下毒手啊！你心里就只有沈敬天吗？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孩你就狠心把我抛弃吗？不，我没有，敬天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好，那我告诉你，就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就因为他是沈敬天，所以我把他杀了。就因为他代替了我在沈家的位置，他代替了我在亲生父母心中的位置，我就把他杀了。我就是要让你痛不欲生，我就是要让你生不如死，死全都是因为你。你把敬天还给我，你把敬天还给我。嫂子，嫂子，放开我，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别激动。嫂子，嫂子，给我，嫂子，放开我，放开我，嫂子，你有什么资格为了自己的私怨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你有什么权利让爹失去心爱的儿子，让我失去丈夫，让倚天失去父亲？那些被你无辜伤害的人，因你惨遭牵连的人，你让他们去找谁报仇？你让他们的仇恨去何处发泄？难道你一句怨恨就可以成为你枉杀无辜的借口吗？难道你要因为自己的不幸让所有的人都跟着你受苦受难，你才满意？小心！杜哥，杜哥，杜哥。
你先吃住。你们听我说。你别说了，走。你们听我说，沈青天不是专员杀的，杀人的是我。杜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走，我送你去医院。我不能让你替我顶罪。杜哥，专员和沈青天认识以后，我从人贩子那里查清了专员的身世。那个人贩子取笑专员，他说专员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沈家，说因为当年被沈老爷抱回家的那个男婴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的子孙会因为沈敬天从此而改变了卑贱的命运，过上富足的生活。我不能让这样的小人如愿，我不能让专员这么多年的苦白受。我要让专员回到沈家，我要让沈家必须接受专员。所以沈敬天必须死。杜哥，杜哥，我瞒着专员一路跟踪沈敬天，终于找到机会我杀了他。我在沈敬天身上发现了一本日记，还有伞。从日记里面我了解到，原来沈敬天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把日记和伞都拿走了，偷偷的藏在了床下。沈敬天是我一个人杀的，专员并不知情。今天我以死谢罪，一命抵命。你们就放过专员吧。杜哥，杜哥。最后离家那天，我送给他的那把伞。敬天出事之后，嫂子曾经到警察局问过我关于这把伞的事。敬天出事以后，我很后悔，伞就是伞，我真不该送他这么不吉利的东西。我平静恬淡的生活从这天开始被全部打乱了，我听到了我不该知道的事情，听到了跟我的一生息息相关的事情。看着今天长大成人，还娶了媳妇。
家了，我那苦命的女儿也该嫁人了吧？有没有人给她准备嫁妆？有没有人给她准备媳妇？她的婆家对她好不好啊？夫人，您别再想这些了。有您和老爷这么善良仁慈的父母，咱们大小姐一定是个有福之人，一定会过得很好的。我昨天梦到我女儿了，她抱着我哭得很伤心。她说，她被卖到一户人家做丫头了，整天挨打挨骂，吃不好，睡得也不好。您那是太挂念大小姐了，梦都是反的。这说明啊，大小姐过得很好。我真后悔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眼睁睁的看着我自己的亲生女儿被抱走，他们硬是把今天塞到我怀里，让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喂养。夫人，流氓！哎，夫人您说，你看在我们主仆一场的份上，你帮我找找这个孩子吧。若是真的在一个好人家，我也就踏实了；可要是不好的话，我心不安呐。我求求你。沈家大小姐如今身在何处？她过着怎样的生活？是我取代了她，我内心隐隐作痛，有深深的歉疚和自责，很想找爹和娘问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又是谁？我的家到底在何处？我真想把这一切告诉冬雪，可我不能。这对于沈家来说是天大的秘密。哎，好，哎，哎，好，好，哎，好，大家好，哎，好。大家好。爹，哎。什么事啊，爹？我要离开家一段日子，可能时间会很长。我看，花盖房你还是先不要交给我了吧。你什么意思？你要去干什么？爹，有些事我必须要自己去弄清楚，请您原谅我，暂时不能帮您经营花盖房了。但您放心，等我把事情查清楚，我就回来。你混账！有什么比你继承华盖房更重要的？我不同意，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爹，我一定要走，谁也拦不住。站住！你就是这么跟你爹讲话的吗？我说你不能走，你就不能走！你给我站住！对不起，爹。对不起，冬雪。我现在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们。我已经决定了，我不能让娘死不瞑目。我要去把爹娘的亲生女儿找回来，完成娘的心愿。今天，我的儿啊！
沈西莲，你自认为手段高明，可以瞒天过海，你没有想到沈敬天还会留下这本日记吧？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是不肯承认吗？报应，这一切都是报应。是我从人贩手里把敬天抱回家，把你换走的，是我。爹，我不信，你不是这样的人呐，你不是啊。今天县里来了一个粮专员，县长派我负责接待，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当我见到他之后。啊，梁专员请。杜副官请。请。湘阴县虽然比临近县镇繁华，但毕竟比不上省城，梁专员若有什么不满意之处，请尽管吩咐，在下一定竭尽所能。出差在外哪有那么多的讲究，虽然我是专员，你我相处也不必过于拘谨。坐。专员说的是。啊，杜副官请。谢谢。沈文书是湘阴县人士。啊，不，在下的家在城里。那你可听说过城里有一个做伞的沈家？哦，专员说的可是华盖房沈家？原来沈家的伞房叫华盖房，真是巧了。那正是在下的家。你是？华盖房如今的老板正是家父。沈文书今年多大？我跟专员是同岁。来，请。那天他问了很多关于华盖房的事情，显然对沈家很感兴趣，而且又与我同岁，这不得不让我对他多了几分关注和猜测。现在没有旁人了，您能对我说句实话吗？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您换的，是吗？爹，我有幸在您身边服侍您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您的为人和品德，您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可为什么看完敬天的日记之后，您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究竟是为什么？是您发现了什么，还是您已经知道换孩子的人是谁了？一切都是我做的。我是见了二弟品行不佳，我怕华盖房交到他手里就会毁了，对不起祖宗辛苦创下的基业，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您说谎。要真的像您说的那样，那您之前为何要一再否认呢？而且您说过娘生敬天的时候您根本就不在场啊。
我难道是在骗你们？爹，沈家宗族会因为这件事情惩罚您的。做了错事，就该受到惩罚。您，哎，好了好了，不要再问了，我累了。对我如此用心良苦，我梁莹这辈子没被人疼爱过。有你这个像兄弟般的人在身边照顾，心疼，是我梁莹的福分。你对我的好我都记住了，虽然我不能回应你的感情，可是我认定了你就是我梁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如今沈伯父已经承认了这一切，现在你打算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之前只是一心想让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今目标终于达成了，我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就让这一切都过去吧。严副官，嗯，请过目。嗯。嫂子，严正，江少爷，严正，有件事情。我还是想弄清楚，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关于沈老爷换孩子的事情，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啊。嫂子，沈伯父他自己都亲口承认了，您就别再较真了。可是你不觉得他的态度很奇怪吗？前一刻还矢口否认呢，可后一刻就全都承认了。不是有今天的日记在那里吗？他怎么能不承认呢？今天的日记我已经反复看过了，里面只提起了静天是被换回来的事，可是谁换回来的却从来没有提起啊。那个人贩子不是说了吗，就是沈伯父。严正，连你都不相信他吗？嫂子，我只相信证据。不，这里面一定有差错，所以我来想找梁莹再问问。嫂子，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梁莹也已经不再追究了，就别再招惹他了，啊！可是，冬雪，我觉得刘妈一定知道一切。只要能够找到刘妈，所有的问题就都会水落石出。如今梁莹只是一时乱了方寸，等她冷静下来，说不定还会为难沈伯父。严正，嗯，嫂子求你件事，在我找到刘妈之前，你一定要保证沈老爷的安全。啊，嗯，我把她托付给你了。嫂子，您就放心吧。咱们走吧。嗯，来，我送你。好，走。啊，冬雪，累了吧？来，我问一下。啊，大哥，我想问一下，这里离前面镇子还有多远？不知道。哎，算了，往前走吧。
请问您有没有见到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没听见呢。老太婆怎么又来了？不是不让你在我门口乞讨吗？你这样我们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走走了！哎呀，哎呀，你行行好，求你行行好，你行行好吧。走。哎呀！刘妈。大少奶奶，江少，刘妈，刘妈，我的一天呢？我的一天呢？一天，一天！一天，想死娘了，你去哪儿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带着一天去找我？他们一直在追我，我是怕给江家再带来麻烦。大少奶奶，我对不起您，孙少爷跟我受苦了。你什么都别说了，现在快点跟我回去，老爷的冤屈就只有你能洗刷得了了。怎么了？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吗？二娘子，二娘死了。二贝贝死了，你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这样所有的恩怨就全都解开了。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已经藏了28年了，我要当着老爷和梁庄院的面说清楚，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咱们的亲生女儿回来，我是沈家的罪人啊！我知道人不能跟命争，算计来算计去，华盖坊还是断送在我手里，这都是天意报应啊！今天，今天，爹对不起你。你一心为沈家着想，为爹着想，可爹还误会，常常还骂你。爹亏欠你的实在。